没问题啊。突然发现，这样的咖啡更好喝。以后都要这样。一天没个正经的，让公司人看得不好。咱们副总对你好像很不一样。有什么不一样的？不都一样吗？他身边从来都没有女人出现的，连个助理都是男的，只有你一个能接近他。那不是因为我们。是你啊，好巧，你最近还好吗？我挺好的。对了，上次只知道你是律师，忘了问你叫什么名字了。叫我一诺就行。一诺。你呢？我叫石诗，这是我好朋友小鱼。你好。你们是来逛街的吗？是啊。要不要一起喝点东西？我请客。这么大的帅哥请喝东西，哪好意思拒绝呢？喝东西可以，但必须我请。你上一次帮了我，我还没有还你人情呢。看来几杯喝的就想把欠我的还了。没有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逗你的，你还当真了。走吧。好。少爷，咖啡。少夫人还没回来吗？还没有。行，你先下去吧。你们看起来真像亲姐妹啊。这是个秘密。哎，我去趟洗手间，你们先聊。啊，好。哎，我去趟洗手间，你们先聊。啊，好。这个。谢谢。你这里，你这边头发有点乱了。你在啊？怎么不开灯啊？去哪儿了？和小鱼去逛街啊。就你们俩？是啊。坐你对面的人是谁？对面？啊，那个人我不认识的，之前帮过我，今天恰好遇见了，就请他喝了杯咖啡。副总，你的电话。喂，副总，我有事想让你帮忙。上来吧。石诗啊，昨天那个律师好帅啊，看你一脸花痴样。这么帅的男的，那谁招架得住啊？这么帅的男的，那谁招架得住啊？你不会也喜欢他吧？我可不喜欢他。太好了，我又少了一个情敌。他怎么也在这儿啊？不知道啊。我家的企业现在不好，本想着跟傅家林一带带我们，也好缓一缓。可他前几日心情大变，说是要退换，见到我就是拳打脚踢，还说我们石家没有一个好人，也不知道我妹妹哪里得罪了他。现在只有您能帮我了，请副总劝劝您的弟弟。首先，我与傅家早无任何关系，其次，他不是我弟弟，再乱说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不过看在你当年救我的份上，我投资石家，但能不能起死回生，就靠你们自己了。谢谢副总。行了，你先出去吧。冉冉，你在我昨晚看到谁了？
是石狮，他不是说嫁给你大伯哥了吗？我昨天看到他和一个男人非常暧昧。傅总，你别多想，一定是茉莉看错了。喂，搞定了，谢谢亲爱的。给我查。石狮，送你的花。我的？嗯。石狮，送你的花。我的？嗯。谁啊？还挺香。谁送的呀？没谁。我看看。石狮。哎呦。傅总，花是谁的？我的。谁送的？不知道。昨天晚上那个男人？你跟踪我啊？我可没那个时间跟踪你。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昨天晚上其实我可以解释。我没时间听你解释。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事给我处理干净。如果我再看到有花送来公司的话，你知道我会怎么做？知道了。太香了吧。没事吧？没事。李一诺律师在哪儿啊？律师事务所在楼下。楼下？对啊。谢谢啊。不客气，慢走。你好，请问李律师李一诺在哪儿啊？右手第二个房间。啊，谢谢啊。你去见过他了？不是你让我去解决的吗？你去见过他了？不是你让我去解决的吗？那我也没有让你去见他呀。那我又没有他的联系方式，我不去见他怎么去解决啊？你俩到底有没有关系？你就这么不信任我呀？我俩有关系，有关系行了吧？你真让我觉得恶心。石小姐已经等了你很多天了。副总，石小姐已经等了你很多天了。
你看今天要不要回去陪陪夫人？算了吧。副总，当年救您的确实是石狮小姐。你说什么？副总，您没听错，确实是石狮小姐。另外，那天商场监控我全部看完了，小鱼确实在现场，当时她去了卫生间，旁边照相的是茉莉，还有您让我查的李一诺，是前段时间石让和茉莉当众羞辱石狮小姐，李一诺和石狮小姐是那一天第一次遇见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告诉我石狮现在在哪儿。我每次在遇到困难时你都在，不会有那么巧的事吧？说吧，你是谁派来的？对不起石狮，是我骗了你，但我现在真的把你当做朋友了。你是个好女人。我从来不会和骗我的人做朋友。傅先生，合同作废，我以后不会再帮你接近石狮小姐了。你能不能不要再跟着我了？我们俩什么都没有发生。我不相信。你爱信不信？你。